千树万树压枝低，流连忘返喋喋舞，自在娇莺恰恰啼。小时候放风筝不是要拉着跑？起来，像小时候一样奔跑着，风借力，结果还是没有放起来。他们放的方式跟咱们不一样，他的意思是今天的风还不够大。是的，但是不够大。但其实正儿八经他们会放风筝的人，这种风是放风筝有点太大了，就是那种微风是很好放的。特别美丽的一幕，就是那个小孩子，他叫 Fairy， 名字的意思他妈妈说是叫 Joy。 我们见证了他的第一颗牙掉了出来，然后刚好那个片段我有拍下来，刚才留了他妈妈的电话，回头会把这个片段发给他。他们平时都是会给孩子拍很多照片和视频，对，特别开心。我们刚才见证了孩子的第一颗牙掉下来，而且刚好视频有拍到，回头会发给他们，他们也觉得很高兴啊、能把这个片段记录下来，非常的珍贵。圣诞节，小女孩掉了她的第一颗牙，人生的第一次都非常珍贵。第一次掉牙，第一次恋爱，所有的第一次都很让人忘怀。